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 Tiger。2023下半年旗舰第一枪由蓝厂打响 ，vivo 官方宣布将于6月26日发布 vivo X90s 手机。按照惯例，旗舰机在发布之前总会出一些意外，蓝厂也不意外。即将发布的 X90s 有一些信息已经被泄露了。话不多说，马上和 Tiger 一起来盘外观。 这一次的 X90s 在外观上对比上一代总体改动不大 ，vivo X 系列的标志性设计天阶云窗依旧保留。天阶云窗原本是为了应对 vivo 镜头模组凸起的设计，用云阶的双层结构来美化镜头模组与手机背面的整体秩序感。目前官方爆料出了第一个配色——青氧。vivo 副总裁贾敬东在微博在线解读了这个新配色的由来。青氧，汉诗中清晰样样之所取，但更有科学之所据。从色彩学的角度，青色在可见光谱中介于蓝色和绿色之间，浓烈且亮爽，常常描绘夏日之水。原理在于，青色是绿色和蓝色的混合。我们知道，纯水近乎无色，淡水吸收红光比蓝光更多，大量的水呈现蓝色调，而夏天的水中浮游颗粒更多，增加了蓝光的散射，使蓝色向绿色移动。双色混合，水的颜色则变青。 所以，夏天的大海、盛热的溪流、酷暑的泳池，往往呈现典型的青色网状色，呈现出柔和起伏的样子，这就是所谓的青氧。可见 vivo 的产品经理在如何为中国之夏打造一款适宜的颜色上费尽了心思。他们不是用简单的拿来主义，跟随国外攀通色彩潮流，而是永远立足于中国的文化源流，尊重中国时令的变化，以科学精神来选择最符合中国气质的样式，最终满足中国人用中式设计手机的核心精神需求。青色还有一个重要的应用是在色彩模型里面，无论是加色的 RGB 颜色模型，还是减色的 CMYK 颜色模型，黄、品红、青都是数字显示、数字印刷的基础色。只不过在 RGB 里面，青色是二次色，这些色彩的叠加或者削减的分量变化，最终让我们的数字显示世界呈现出无穷美妙的色彩感知。而我们的 X90s 这一次也是在色彩表达上下足了功夫。性能。 在核心处理器上 ，vivo X90s 将使用天玑9200 Plus 芯片，安兔兔上高达165万多的跑分，已经证明它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芯片之一。天玑9200 Plus 是目前行业最强主频超大核和大核第二代台积电4纳米制程纯64位大核 CPU， 第二代旗舰 RNv9 架构，1+3+4+3层级，1颗 3.35GHz Cortex X3 超大性能核心，3颗 3GHz Cortex A715 性能核心，4颗 2GHz Cortex A510 能效核心。影像。说完了外观和性能，接下来也该聊一聊影像部分。 毕竟这才是 vivo X90s 的重头戏。此前 ，X 系列已有两大色彩表达 ：vivo 鲜明色彩与蔡司自然色彩。vivo 鲜明色彩主打记忆中浮现的美好色彩，以心中的好看为核心，超越眼之所见；蔡司自然色彩依托于高清晰、高锐度的蔡司镜头能力，揭示世界原貌，以眼前的真实为核心，还原眼之所见。vivo X90s 除了将以上的保留外，还将打造 vivo 色彩第三级 ，vivo 质感色彩，以个性、深度、人文情感为核心。 核心帮助用户拍摄出浓郁色彩的个性大作，拍摄出具有人文情感的日常景象。灵感启发来自于胶片机时代的伟大经典，尤其是彩色纪实摄影大师们的影像实践。它是一种摄影类型，将颜色作为主要元素来捕捉和记录现实生活，反映日常生活的多样性、活力感和细微差别。而彩色纪实摄影的影像实践是用色彩的力量增强图像的叙事性和视觉冲击力，让镜头下的民间、历史、文化或者街拍具有光彩般的 质感，并公布了新机拍摄样张。官方配文：使用 X90s 全新 vivo 质感色彩，抓拍纽约街头瞬间，或浓郁，或细腻，或个性化的色彩表达，让生活的每一拍都充满情感与故事。到这里，大家可以感受到 vivo X90s 就是一款小改的迭代机型，主要换了9200 Plus 处理器和升级了拍照的色彩管理。官方对此的解释 ：X90s 的出现其实也是听取用户意见。vivo X 系列保持安卓高端手机的单品份额 第一是高期待、高保值的 vivo 旗舰系列，大多数用户希望一年更迭一次，他们觉得这个周期最舒服。如果旗舰机型推出速度过快，用户刚刚买了一个，几个月之后就有更新机型推出，他们会有一种被落后了的感觉。vivo 非常尊重用户这种对于周期更迭的稳定预期，不过也希望将最新的芯片和影像技术的进展及时与用户分享，带来更多的价值。综合考虑，在整体机型设计推出节奏不变的情况下，我们穿插了小迭代的更新，这就是 X90s 的由来。那么问题来了，大家对于 vivo X90s 还有什么想要知道的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